正觉。佛陀的正觉是什么？真正的佛教是利益众生，是把业障给他消除，不要造业，告诉大家什么都无所得。你争的，你抢的，你拖的，你盗的，多是无所得。告诉大家，自己对自己完全负责，把佛性显露出来，发菩提心，利益众生。重点在哪里？在自己本身的真正的觉悟。Om Mani Padme Hum。